是要用保鲜膜哎、欸。你们现在在 IG 上面看到的那个都不是真的啦。凡士林可以去黑头，某某老师表示其实是可以的。啊，这破除网络迷思啊！来，第一个，凡士林可不可以去黑头粉刺？凡士林我觉得并没有办法去黑头粉刺。你们要的啊，豆粉们要的是再也不要长一颗黑头粉刺。好，我的黑头粉刺要轻轻擦这一个东西，不要做任何事情，它都再也不会生出来的。第一件事情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。今天你打到 Google， 好 ，Google 你打凡士林去黑头粉刺，大家注意听哦。第一，它是因为用洗脸的时候用温热毛巾湿敷，然后把毛孔打开之后，擦上凡士林之后，再敷上保鲜膜，达到角质软化，半个小时后再用棉花棒把粉刺挤出来。你每天敷凡士林，这是网络迷思嘛？你每天敷凡士林。一个礼拜后，你看会怎么样？对，现在，你现在敷看可不可以？他说敷一下要融化嘞。他们还是要用保鲜膜哎、欸，就溶解出角质嘛。可以啊，它可以溶解出粉刺，但是我昨天不是这样讲吗？可是它不会治疗啊，它只是让你暂时粉刺，它明天又长了。嗯、他说要怎么样融化？要涂？要搓搓搓吗？可是他们网络都是鼻子去黑头哎、欸。我们来看一下你去的成果。试完之后呢，洗下就用这个就可以非就是很简单的挤出我的黑头。可是那个是不是就算不是敷凡士林也可以这样做？像这种你用凡士林可以，可是你黑头粉刺你还是不行。是因为凡士林很油吗？所以你师傅就让那个小小他们可以比较。你自己看黄黄的，你的鼻翼，这边就出来。可是你这边比较没办法。可是我就算是洗完脸，我鼻翼就会很好清啊。因为你角质软化啦，你重点是让你角质软化，你的粉刺就比较好代谢出来了。所以只是凡士林用角质软化了，对不对？你用水也可以。那我们现在要打破谣言，然后结论是真的哎、欸，没关系，真的啊，没关系，想做我们要实事求是嘛。你看他这一整个连串的过程，第一你一定要洗脸嘛，好，温敷我们十几分钟。啊，你就这洗脸吧。我不是说吗，粉刺也会洗脸，就把它洗出来啦。洗完脸之后，你要用凡士林敷在那个鼻头上面，让角质软化。所以并不是凡士林这个动作，你敷油油的东西，任何你的乳霜，好敷在上面，然后这个我们就叫密封疗法嘛。密封在鼻头上面之后，你还是要拿棉花棒把它挤出来。但是我觉得这不科学啊，你们做的那个实验。其实它是干性皮肤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它是干性肌肤。可是我头每天都洗耶。这个绝对不是油性肌肤。嗯，真的。对。不是毛孔粗大。这个是很正常的毛孔，每一个人的毛孔就是这样啊。你们现在在 IG 上面看到的那个都不是真的啦。这没有，这不是毛孔粗大，这是正常毛孔，好吗，亲爱的？这叫正常毛孔。哪有？为什么我们毛孔这么大？每一个人都长这个样子。你就没那么大。我就有这么大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刚中风了。你没有那么大。有了。他涂上好好把油了。鼻头。我觉得有些闷呢。沙拉油。对，就像涂了一层油在上面。按摩搓揉十分钟。或是比原本淡。你看差不多，你原本就没很多，只是也是敷，你也是类似的东西，所以他们是不是都是其实是一样的，只是很油的东西。那拿家里的沙拉油也可以吗？对啊，沙拉油可以吗？猪油可以吗？没问题。那猪油也是油。明天你来敷猪油在你脸上，好不好？所以要研发一个产品耶，猪油就是可以去粉刺这样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对猪好不好？猪很可怜。这几个步骤啦，不会对你的皮肤有任何的伤害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你做这件事情，然后你的粉刺真的有少那么一点点的话，那你就去做吧。好，油性肌肤它可以敷凡士林，我觉得只有在鼻头上面，我觉得你把它洗干净就好了。好，但是请相信我，更有效的方式就是擦 A 酸，好吗？
OK， A 酸让皮肤尽量的脱皮，你脱皮，你的角质层打开，你的粉刺它就排出来，排很多了。你们今天要的是什么？没有粉刺，这个并不是最好的方法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要开启小铃铛哦。还有，下载 TVBS 新闻手机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